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大家再次参与圣淘沙卫理公会的主日崇拜。诗篇四十七篇一到二节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前向神自己。
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
成就你旨意，因你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今天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今天愿你的话语透过马太福音28:18-20，让我们明白天父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与差遣。愿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让讲的听得都蒙造就。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工，生命得以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我的一生毕竟有他的美意在当中，身份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认清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才能够明白自己的责任。阿们。那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很清楚，身为父母的他们清楚自己的身份，因此每一个父母都非常的用心来栽培自己的儿女，以至于让他们受教育。那受教育始终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女们得着知识，那同时也在教育的制度里面，他们的品格行为道德得以塑造，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阿们。那传承因此是何等的宝贵。那刚才我的姐妹在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一粒麦子跌在地上，并且长出发芽，生出许多的麦子。阿们。因此这也激发我们去更深层的思考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与差遣是何等的宝贵和重要。那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只停留在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观，生命观乃是我们要建设和回馈社会。阿们。那
这是同步进行的一个生命的这个旅程。那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生命的宝贵，那生命的当中我们一定要呼吸，对吗，弟兄姐妹？那我们一定要呼吸进去，然后呼出来，呼吸进去，呼出来。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么想，我要把这个氧气吸进来，我要成为我的祝福，这个空气是我所吸的，是归于我的。那弟兄姐妹，现在啊，何传道就带领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呼吸。第一次你吸进去，不要呼出来；第二次你再吸进去，不要呼出来；第三次也如此的做。请问你有什么的感觉呢？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呼吸的越多，你肚子就越胀，那再下来你根本没有办法再吸这个空气进去了。阿们。那因此我们身为一位信仰者，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要有一个平衡的。阿们。那因此透过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何传道要借着这样的经文来带出一个主题，就是大使命与差遣。阿们。那何传道就读这一处的经文，弟兄姐妹们请聆听。马太福音28章18节如此的记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这短短的3节的经文却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3节的经文里面，何传道赏识把它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能够从中看到应耶稣基督的应许的宣告，门徒们的拣选和差遣，并且看到这个传承和立业是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阿们。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我们看到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耶稣基督给自己的一个肯定，就是身份的肯定。那耶稣基督他很清楚，在这个时候，因为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走过了他在世上这个人生的旅程，借着十字架的苦难，然后复活之后，在门徒的面前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阿们。因此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宣告他拥有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权柄。阿们。这是一个身份的肯定。因此他也告诉当时的门徒，这是耶稣基督的永恒的应许和宣告，是永不改变的。
阿们。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成了圣子的位格，被父神差遣，以恩典和真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要将父神的属性向世人表明出来。阿们。这是何等的宝贵，耶稣基督被父神差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要将父神的属性向我们表明出来。阿们。那耶稣基督他宣告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这个我是主耶稣基督了啊。当时他的宣告权柄，那主耶稣他能够这样的一个宣告，必定有他背后的真理的意义。阿们。那第一点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和宣告。那耶稣接下来又在宣告，耶稣基督他胜过了世界的苦难。阿们。他走上十字架，承担世人的罪，因此成就了上帝所差遣他，完全了在这个世上为世人承担的罪，以至于罪得赦免，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他担当了世人的过犯，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的咒诅。死亡的咒诅是何等的恐怖，那若不是耶稣基督他走过了这一条道路，请问有哪里的真理能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道路和方向，以至于我们不惧怕死亡，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的咒诅。最后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的复活带来权柄能力，他带给世人得自由。阿们。他带给世人有生命和永恒的盼望，这是宝贵的。阿们。第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啊，这个去我放红色了哈，这个去呢就是一个动词来的，是要去实践的，是要去做的。这是耶稣基督宣告的话语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阿们。那在这个十九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要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拣选与差遣。所以你们要去，我们是因为被拣选啊。我们怎样知道我们被神拣选呢？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母腹里面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甚至在母腹以先之前，神已老早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阿们。那因此这个拣选，这个
这一个字是何等的重要，它出现在圣经里面，和合本的圣经里面129次。阿们。那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一个身份的肯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身份的肯定。因为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阿们。那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是耶稣在他所颁布的大使命、大使命的当中，清楚地告诉每一个人，也在当时清楚地告诉11门徒。那我们要被差遣出去，传主的这个国度的福音。那差遣，那拣选，我们是肯定的哈，因为每一个人都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因此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这个族群族类哈。那我们肯定我们的身份。那至于被神拣选，我们要回应，因为我们要去嘛哈。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是谁呢？用在今天的处境，你和我都是属于万民当中的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们要因耶稣基督所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时候，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被拆出去，为主的福音来为主做见证，传扬主的福音。因此要使所带领的人他们洗礼归向基督。阿们。那因此差遣我们要有一个回应，那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白白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所赐的恩惠，他赐下他舍己的生命，道成肉身住在世人的当中，失去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拯救。阿们。那因此主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我们要去为主来传福音，把这样的好消息传扬到我们的家庭的成员，我们的这个同事，我们的邻舍。阿们。那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用词，是合传道今天要在众弟兄姐妹们的面前来理清。那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呼召这一个字。阿们。当我们听到呼召这个两个字的时候，第一我们会直接的感觉到是很神圣的。当一位弟兄一位姐妹他要讲道的时候，那会不会说，我们问他，你清楚你的呼召吗？这是你的呼召吗？那何传道在研究这个和合本的当中，呼召这个两个字几乎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但是拣选这两个字最少出现129次。阿们。因此何传道一开始的在前面的时候就解释清楚说，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神所拣选的，
在母腹里面，甚至在母腹之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那这个呼召的这个神圣，这毕竟是重要的，但是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用词向弟兄姐妹们表达这个用意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把呼召讲到一个地步非常的神圣的时候，它甚至会成为一个拦阻和辖制，捆绑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没有这个勇气跨出这个信心的脚步，来去侍奉我们这一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阿们。这里何传道要带领弟兄姐妹理清这个重点，拣选拣选和呼召是结合在一起，拣选和差遣是结合在一起的。阿们。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因为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因此他差遣我们，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阿们。我们要清楚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当然在教会的教导和带领之下，我们要明白的一件很关键的事，就是弟兄姐妹的恩赐才干。每一个弟兄姐妹他各有他的强处和内在的这个隐藏的潜能，他是需要透过教会所提供给他们的平台，借着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和差遣，才能够成就，把他内在的潜能恩赐才干发挥出来。那弟兄姐妹，平台很重要。阿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啊，有的弟兄姐妹很特别在探访关怀，有的在带领敬拜赞美，有的在教会的管理理财等等，有的在教会讲道分享信息造就人情，这是都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有神所赐给我们特殊的恩赐，有的做眼睛，有的做手，有的做脚，阿们，有的做耳朵，因此我们的功能各有不同，但是目的只有一个，要为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见证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阿们。那因此弟兄姐妹，当你问你的弟兄姐妹的时候，神有没有呼召你，请你把这个呼召两个字要讲得明白一点，免得成为弟兄姐妹的拦阻，最终带给教会的一个辖制和捆绑，终极我们无法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仰和福音传承下去。阿们。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这个人生的旅程，他在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个案，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啊十章，那一到三节，我们就看到70个人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被差出去。所以因此这个人我把它放白色的这个 字体了哈，他没有讲门徒，他没有讲使徒，他没有讲先知，这里的作者就是路加强调说主耶稣基督
差遣七十个人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出气，而且是两个两个成为一组，被主耶稣基督差派出去。那因此这个人的这个用词可以多方面的表达。人在马来西亚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种族的人，有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也可以有男有女的一个层次的啊，这样的一群的人。阿们。那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画面，就是七十个人回来，主耶稣基督差他们，差七十个人两个两个的出去，然后七十个人两个两个的回来。阿们。那这里我把这个经文里面的重点把它带出来，好让我们来明白主耶稣基督差遣这些人出去七十个人。那差遣是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啊，按照他的旨意差遣。这个差遣不单只是人啊，在刚才何传道所读的经文里面，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人可以描述为是万人当中的其中的人。阿们。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面前，这个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那这些人他们的内心里面都有不同的感动和负担，他们两个两个去到他们被神所差派他们要去的地方，因为相信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心中里面做感动和引导的工作。这不是教会的情况吗？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肢体的结合体，成为合一的这个群体。那我们要因此按照自己的恩赐才干，圣灵的感动与交通，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去服侍和侍奉的方向。阿们。如同羊群进入狼群，那这七十个人两个两个被拆出去，耶稣基督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啊，他们走到，他们好像羔羊啊，进入狼群的当中，说随时会被吞吃掉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危险复杂的环境来的。那再下来我们就看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那七个人回来，那七十个人回来，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因为你的名，这个你是指耶稣基督的名，就是鬼也附了他们。这里要告诉我们，他们行了神迹奇事，他们被差遣 的同时，我相信这七十个人他们都有做出自己的信心的回应。阿们。他们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被差派出去，就算要走入狼群，他们仍然选择信心依靠这一位又活又真的主耶稣基督的差遣，而走进来成就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天国的使命。那耶稣对他们说，第三个重点了哈，耶稣曾经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那
他们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我们很难想象了啊，70个人两个两个出去，一共有35组的人，他们走进狼群，被人泼冷水，被人攻击，被人拒绝，怎么他们会欢欢喜喜回来呢？这好像在我们的这个理性是行不通的。那在这里，当主耶稣基督他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像闪电一样，意思就很快的坠落。阿们。原来是他有的，原来是有他的这个啊特别的原因的。这一般的弟兄姐妹，他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被差派出去侍奉的时候，走入人群的当中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加上他个人的信心和回应，来走进人群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心态。阿们。我相信他们有一个信心的心态，更重要的是他们同心，他们有团队的精神，他们更能够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差遣，因此他们同心合意。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会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呢？撒旦的工作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赐给人生命，并且赐给他们更丰盛的生命。那竟然这一个团队的这个被拆出去的这个儿女们，这一般的人，他们同心合意，团队的精神，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差遣，因此这就破解了这个撒旦的诡计，因为他要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张力，产生误会啊，最终他们内乱，彼此的针对，最后不欢而散，整个团队甚至消失在人群中。那这是一个重点，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被差遣出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70个人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他们欢欢喜喜的在侍奉，同心合意，有信心，有团队的精神，顺服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差遣的这个命令，彼此，当他们能够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能够顺服他们团队里面的领袖，啊，一层一层的下来。撒旦要宣告他自己的失败，好像从天上像闪电一样坠落下来。阿们。这难道不是很直接的告诉我们吗？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能够有一个同心吗？团队吗？顺服吗？在这里，这70个人被差遣出去，再一次的挑战你，挑战我，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他的能力，以及我们自己的心态的回应，成为我们和家人、教会、整个社区一个蒙恩得福的管道。阿们。经文的第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短短的这个第20节的经文，耶稣要带出一个重要的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承，跟主耶稣基督要带出一个立约的教导
以至于他差遣门徒出去。阿们。大使命的传承，你我都是被神所拣选的，这个身份是无可否认的，也无可怀疑的。阿们。那我们要站在这个立场，双脚站得稳，在这个根基上，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群。我们要宣扬那引导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美德的一个生命，这是何等的宝贵，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传承，我们要代代的传下去，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使我们认定我们自己这个宝贵的身份。耶稣基督颁布这个大使命，差遣我们出去，因此我们清楚这样的一个立场，我们要造就社会，造就人情。更重要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无形中主耶稣基督他是在塑造你的生命，因为你要被差遣进入狼群的当中。当你要进入狼群的当中，你一定要在你的生活上如何来去回应，如何来依靠我们的神，如何祷告来胜过，如何透过神的话语，以至于赐给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亮光，我们能够在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仍然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为主做见证。好像刚才何传道所提到的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阿们。传承一开始，何传道说我们的身份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就很难知道我们的责任。阿们。如果你的责任都搞不清楚，请问你如何把你的宝贵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经历传承下去呢？那因此，身为父母的，刚才何传道一开始讲啊，身为父母的，他很清楚，要让孩子受教育。为什么要受教育呢？要使他们得到知识，更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以至于他们的儿女们在品格行为上得以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中被塑造，日后成为社会的栋梁，成为社会的贡献者，同时也成为这个孩子们的们他们的蒙恩得福的一个生活平台。阿们。那因此我们这里看到，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要去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当我们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以一颗谦卑的心去实践我们所要实践的这个使命的工作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他必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世界的末，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成为了耶稣基督他舍身流血的功劳，复活的大能，以世人立约，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在我们人的层面，我们有结婚了，我们有婚约，我们买产业的时候，这个购买者跟银行有一个贷款的合约，而且这里主耶稣基督所分布的大使命与差遣，那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约，是你和我若没有这个参与在当中，请问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有何意义呢？就好像何传道一开始的，我们只自我为中心，那呼吸空气，你只是选择吸进去不呼出来，请问你的后果是如何呢？同样的，在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与差遣的当中，弟兄姐妹，你要清楚你的身份，你是要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被拆出去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你是要被塑造的，成为一个能够领受更丰盛恩典的一个人生。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在塑造你，塑造我，让我们生命里面的福杯逐渐的扩张，以至于那永不改变主耶稣基督的应许继续的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福杯满溢，多而又多，成为我们周围邻舍家人，成为许多人的祝福。阿们。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神学用词，已然、未然，英文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哈。Already, but not yet。啊，这个很奥妙的一个神学用词了哈。这里何传道要把这个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把它陈明出来。耶稣基督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世人的罪，以至于我们的罪得赦免了。那他复活了，他已经到父那里，然后父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引导我们。那因此你会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这个使命，这个大使命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但是我们还要等到这个末后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那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已经成就了却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这一个过程，你和我都要回应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与差遣，以至于我们脚站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生活处境，用我们的属灵的眼光看到天国的福分，然后从天国的福分看回来你脚所站的地，那你就会以这样的一个角度能够扩展你的视野，看得更清楚你在这个世上短短几十年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要以什么来为出发点。阿们。回应大使命与差遣，那耶稣基督他清楚地宣告，应许的宣告，天上
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为他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了罪恶，他为我们承担世人的罪，以至于他有天上地下的权柄。因此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身份的重要。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我们要传承下去啊！那这个拣选和差遣，它要带出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你和我的责任的回应。阿们，这是宝贵的哈，这是你和我的责任，那人生活得更有意义。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这个永永远远不改变的约要传承下去，代代的相传。阿们。弟兄姐妹，这里透过今天何传道所传讲的信息，主耶稣基督所分布的、所颁布的大使命与差遣，再一次的冲击你，冲击我，透过神学的思考，透过生活的实践，你我的脚步要站在真理的根基上。你和我在现实的生活上需要应对生活，需要为生活而付出，需要为孩子的教育，需要为许多的事情来呈现你的生命。但这里何传道要告诉你一件宝贵的这个指引，就是你的呼吸，在呼吸出气的时候，同时你也可以吸进来，这是生命的原则。阿们。也就是你所处在一个多层面的环境，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权柄、能力，他的应许，永不改变的应许，你可以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步进行。阿们。你同时有你的工作，你同时有孩子的教育，你同时回应耶稣基督所分布的大使命，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被差派出去，主耶稣基督面差派你进入你的职场，喂养你耶稣基督所托付你的这个职场的人群的当中，你的同事、你的亲戚朋友，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要你完成大使命，并且差遣你出去成就天国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安慰、得到平安、得到自由。阿们。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在这个时代，许多意想不到的苦难临到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要更清楚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并且让我们切实的明白，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就是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神儿女的身份，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了。阿们。
因此天父赐给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权柄，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权柄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走进这个羊栏，当这个羔羊，当这个羊走进这个狼群的当中，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是我们与我们同工的，是与我们同行的。破除一切的惧怕，信心仰望，依靠我们的主，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立的约，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弟兄姐妹，凭信心领受牧者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